总觉得电流有稍稍减弱了。扎克，还好吗？怎么了？看样子还不太行，只要让人偶的视线从这里移开的话就可以了吗？我要杀死你！杀死你！杀死谁？你，找死！找死！回应我！还不快帮我！好，等等，应该动不了的样子是吗？哦，有一些可以动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尽量的。就算很吵也没有关系。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就说一声吧。只有，你太任性了！你这家伙，我在这里，死亡之灾一步步的逼近我。太好了！等等，这是超难配的，好，嘛，应该这算是没有时间限制啊，就是它会让你在一定的时间内触发去形。果然没错，电流比刚才来的稍微弱了，而且要怎么做才能让人偶的视线移开电影呢？至少只要有办法能处理人偶的头的话，这么说来。记得扎克好像携带着一把镰刀，扎克有比较好吗？你给我开什么玩笑？我说，扎克，你能把镰刀丢过来这里吗？我需要跟你借一下。你作为交换，绝对。不管怎么样都好，做点什么啊？碰不到，这里被电，好吗？你之后可要做点什么？好烫，不能直接碰。布吧，抱着这块布。应该多少能握住？我一直以为是要把布放到布偶的头上盖住他的视线，不过也只有一条，也盖不了，也是嘛。这个镰刀好沉重啊！我可没有能像，没有办法像贾乐那样挥得很顺手，努力加油吧。哦，等等，这跟 Teddy 的道理是一样的，大家又是流着鲜血。扎克，你还好吗？你电的真的超久的，我如果是一般人的话，应该已经不在了吧？天哪，扎克是什么物种啊？哇，这个地方剧情不能存档，而且要执行的部分还蛮长的。对，那好，最后了 ，yes。停了，扎克，你还好吗？铁栅栏的锁解开了。扎克，你没事吧？扎克，
喂，你也太慢了吧！都是因为你太慢，害我被电的麻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没有死啊？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太好了，我还在想，如果你死掉该怎么办才好。啊，白痴！我哪有那么可能？那么可能？白痴！我哪可能那么简单就死啊？好厉害！真的是很了不起呢，想不到你竟然撑了过去。果然，怪物般的杀人诡计，强壮又杀不死这一点很有魅力呢。啊，真是模范的理想罪人呢，侠客你啊！虽然我期待的是看着你死亡的瞬间，但因为我很温柔，看在他那么努力的份上，这也就让你们通过吧。而且，刑罚可不只有一种哦，罪孽有多深重，罪罚就有多重，这不是很美妙吗？那个混账女虐待狂，在那里一直发出诡异的笑声，真让人不爽。要不是隔着荧幕，我早就冲过去打爆你了。喂，把那个还来。好的。啊，这是怎样？这上面怎么真了一堆像垃圾一样的东西啊？因为我用那个把人偶的头给切下来了。喂，这是怎么样啊？这些人偶都变得支离破碎的杀人现场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因为人偶的视线好像被射了激光，我是为了让他们不再面向扎克。镰刀也有变用，镰刀被用在这种奇怪的事情上，我也被电流电，真是有个衰的。有一半要算在扎克的头上，吵死了！你也给我多做一点。好了，走吧。这家伙真是笨蛋的萌萌。有什么留着的东西吗？没有。喂，你白痴吗？别靠得太近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不会去做的。我也不会再去做的。妈。再做下去就已经不是白痴可以形容了。哎，严重警告，毒气室吗？喂，你在干嘛？这里有门不进去吗？光用看就觉得危险。如果每次都紧张兮兮的，不就前进不了了吗？我只是觉得，因为有过刚才的事，还是谨慎一点会比较好。这一定是毒气室，对。紧闭着呢。喂，快开门啊！没有人回应呢。反正是那个臭女人。肯定都是看到了吧，扎克，你对这栋楼有多了解？啊，你之前也问过很像的问题了吧？是啊，但是我想问的是，你对这里的人们了解到了什么程度了呢？啊，这里的家伙吗？哎，我就只知道他们都是让人恶心的家伙，是吗？本来我除了经过以外，根本也不会去其他别人。我除了经过以外，根本不会去别楼乱晃。虽然偶尔有时能见个面，但是
他们本来就已经够不正常了，根本连话，连好好对话都不行。不正常？但是你不会想杀他们吗？啊？什么事也没有。那去找找看其他的吧。所以女主角是特别的吗？瑞一这么的误会了吗？这下只能走这边了吧？感觉非常的危险。光是那边想危险不危险不危险的也没有意义吧？喂，别不理我啊！我觉得扎克尼，你稍微思考一下比较好。你到底想怎么样了？妈，我觉得想那么多，不如就进来吧。果然，可恶！妈，不过是被锁住了而已，也吓不到我啊。保险箱的钥匙。天平哦，这把钥匙不能用在这里。用不了的话，那种东西就算一直拿着也没有啥用吧。嗯，这什么？虽然保有人形，但已经是红黑色且横倒在地。被抓过墙壁的痕迹在墙上延伸，有通风口嘛，但爬不上去也没有用。哦，有防毒面具。保险箱里只放着一个像是遥控器的东西。是遥控器呢？喂，就只有那个而已嘛。嗯。啊，这么大到都可以让我进去的保险箱，怎么就只有放那个东西啊？不止大的要命，也没有放什么，也没有放什么有用的东西。这种保险箱真是最糟糕的大垃圾啊。连接了电源线的防毒面具，这一个。连接的电源线很短，没有办法带着走呢。机器上写着大门开关，好像是要使用钥匙卡才能开启。对着空无一物的地方按下遥控器也毫无意义。要按哪里呀？有脚丑肉的男人在这里横躺的男人明明没有志气，却成了用那双脚践踏性命的愚蠢杀人犯，竟然对自己犯的罪有自觉并且苦恼。只要舍弃掉双脚就行了，贱人那种事都做不到。最后那愚蠢的贱人那双脚只能用永远的地狱轮回徘徊。所以应该按在哪？这里吗？哦，那如何多？哦，我一直看不清楚它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原来是荧幕黑掉的时候我辨别不出来。Hello， 你们好吗？这是罪人专用的录影带哦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向各位罪人说明各种注意事项。